佢做咩啊，爸爸？早晨啊，咁多位小朋友同家长，我哋今次嘅主题咧就系香港嘅交通工具。香港最主要嘅交通工具咧系包括有巴士、的士、小巴同埋港铁嘅。Mia， 我想问，咁多种交通工具，你最中意边种啊？我最中意咧就系、是、我手上俾大家睇嘅港铁啦。哦，点解嘅？因为咧，佢又方便啦，又去到唔同嘅地方，真系四通八达。仲有车厢又大，一次过可以带到好多好多人去唔同嘅地方。上次我哋去迪士尼影毕业相，都可以搭港铁去噶，仲有迪士尼卡通车厢添。你睇下几靓！爸爸，我问下你啦，你知唔知港铁有几多条线噶？我记得啦，港铁咧有十条重型铁路，两条支线。同埋十二條輕鐵線。好，我又考下你咯喎，你知唔知道最新開嗰個港鐵站係咩車站啊？我知啦，係會展站啊。會展站可以由新界直接去到港島區，好方便噶。爸爸，我哋好似都未去過會展站啊。不如我們走。好啊好啊，那我們走了。好啊，拜拜。拜拜。多謝。如果大家都喜歡看我的 video 呢，就記得 like,comment, 和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啦。多謝大家。拜拜。